现在我们在 Southend on Sea， 今天起得超早来赶海，从来没有这么早过。然后这边看早上也没什么人，我们是在伦敦半夜4点过就起床了，然后5点过开车出发过来赶个早潮，想要捡点儿鱿鱼、海星、螃蟹这些，看一下有没有。到海边了，然后看到这下面好像全是这种生蚝壳的感觉，一会儿下去看看能不能翻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看看这个小螃蟹在爬，看到没？这个还藏到沙子里面去了，超可爱，巨小的螃蟹。这儿有一个很长的栈桥，在网上看到就是有个外国老头的 YouTube 视频，然后就是在这个桥底下捡好多东西。看这个下面根本就没有踩的路，这个人的脚陷进去，感觉拔都拔不出来，脚腕儿都疼。你看我的这么多脚印，那个一不小心我就摔了个狗吃屎，一身特别一身全是泥摔的。来，我们看一下，凿一个石头。哇塞！哇哦！很大的肉哎！哇哦！新鲜的肉。哇！不错，真的可以。可以一会儿捞这个。哎呀，小心！这个已经算大的了，跟我们看的相比。刚我也看到一个小螃蟹。石头下面。把板开呗。快，一个大的螃蟹。有。这个下面肯定有。我觉得肯定有东西。准备好。这，好多，这。拿。你看，我就看到的就是那个。哦。一小盘的小螃蟹，估计一会儿得都给放了。现在先拿着玩一下。看到了，都很圆的网，这个好红呀、啊，这个的肚子。哇哦！这，来，哎呀，小心！哎呦，哎呀，这哥们儿已经。来，等等。生气了，你有个夹子。螃蟹还在等你呢。来，掐我呀！你掐我呀！哎呀，怎么了？有东西咬你了？啊 ？Really？ 你要不要我给你？啊哦，两只，哦。这！哎呀，我的现在脚不要了，全是水。但是我觉得我们反正玩归玩，一见形势不对，开始涨潮就得跑。我定了闹钟的。行。他8点，我们还有半个小时了再用。行。你看前面这个大叔有点相当的专业，我们去跟他偷学两招。哇塞，我的妈呀，他那个东西居然是个探测器，一直发出声音，我去，这个有点意思啊。我去，他这好专业呀！哇，他这个简直就是，
我们一下显得太 low 了，高科技赶海，人家这个是，你看。Hi, hello。我去问一下他这是什么。What is this? Okay, to find it,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Any form of history, treasure, anything. Whoa! Oh, wow! Have you ever found anything? Nothing of value. Okay, yeah. Nothing of value. Initially, I was thinking probably you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like this.Like his crabs. We just get it. Okay. No, only if I was fishing. Okay. Yeah, good luck. Have fun. Yeah, have fun. Wow, 我以为他是一个专业搞海货的，结果居然是一个淘金的。这个跟就是这个跟想买那个彩票赚钱的感觉有点如出一辙呀，还是我们太稚嫩了。而且他一直在那一块地一直是吧，他肯定觉得那儿有东西，我觉得一直在捡。人家对这些海货的不感兴趣。这又有一个哥们儿，不知道在干啥，铺了几袋，你看铺开很多袋那个红色的袋子，这个感觉又是另一种专业，我现在也不敢乱下判断了。这些红色的袋子到底是什么，真的很让人有点好奇哈。我想看一下这个红色袋子到底是什么，我想问问他。走吧，你去问一下，感觉有点意思。这是什么东西？生蚝吧，这个是啊。生蚝。嗯，我去问一下他，采访一下他，到底在干嘛？天，他一直看着我，可能以为我要把这个红色袋子拿走。Interested? What are you getting? Oyster? Oyster, yeah. Oh, all oyster. Same like me. Oyster. Das ist private. Yeah? Private areal. Okay. It's for. Oh, it's small. It's for business. Yeah. Okay. Cool. Oh, no problem. Thank you. 这个大哥，结果是做生蚝生意的，然后来这儿取原料，然后拿出去卖。那其实我们自己在这儿挖的 oyster 就可以回去吃，就相当于，因为他也是拿来做 business 嘛，拿来卖的。他已经整了这么多袋了，我的妈呀！他这一袋起码有个。有没有100个啊？他这有多少袋？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七袋、八袋、九袋、十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我的妈呀，他这是用了多久呀？不过这边遍地都是生蚝。你发现没？就那个地方多。哪个地方？就他那个地方多。他那个地方是真的哎，他就那块地全是生蚝，对吧？对啊，你自己看那片地上。那你想捡，你也可以去捡呀。他这个生意好呀，他这个生意没有成本呀。靠海吃饭。
直接就是早起挖生蚝，然后拿去卖，就没看到，你懂的。想要什么鱿鱼啊、海星这种，没有看到，有点儿。我想要章鱼哥。捡了十多二十个，现在来放生，放我。来，我们现在挑一只超活跃，这个，看，可以静态螃蟹，哦。来，谁是第二个被放走的？然后是，他不想被我拿出来，不把你放了吗？你还想被吃吗？吃我的冷食，你太小了。来，满哥，哎呀，都不愿意被我夹到。放了，还这么凶，把你放了，你还这么凶。走，走你，走呗 ，go go go， 也是一个非常凶的。来，下一个，啾啾，走，往那边走，别往我这儿走。这个，来，小的，这个，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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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你还跟我打架啊？快点走。嗯，来，这个 ，go，go，go。唯一的一只。这个面包蟹感觉好蠢呀。唯一的一只 ，edible crab。来。我现在是想放这些螃蟹，就在给我拼命的藏，还不想被放啊！主要是不知道会有这么好心的人把它抓了，然后又放了。这个是螃蟹吐的泡泡吧？不是吧？啊，有可能。来，您 ，go。你看它这么快就藏起来了，这个螃蟹又让我整出来了，刚才就藏了这泥里了，让我整出来了。你别踩到它们了。哎呀，这个好大，这个大，这个超大，超活跃。看金黄的肚皮，你看藏起来了，看到了吗？这是我们找的。哎，这好像这是母的。哎呀，我妈呀，下面哎呀有卵了，我可别整到它。Sorry， 没注意你，抱歉。这个走，哎呀，漏网之鱼。哎呀，好像还有一个。来，你给你放了，你别害怕了。你别踩到它了。来了。确定一下，都放了。OK， 今天抓的十多只螃蟹都放了，现在可以开始干生蚝了。展示成果，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生蚝成果，可能就是二三十个吧，然后也没有抓到想抓的章鱼哥和海星。